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。
头啦！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，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
别怕，你马哥出身高门大户，不会轻易吃人。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，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？听我一言，这黑熊外强中干，靠不住的，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。起死复生，金银财宝都是唬人的，那些个小妖都被骗了。黑风怪好弄把戏，嘴上修真养性，肚里贪婪欺心。我所求之事不敢托付，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，但定要多加小心。我此刻心急如焚，需即刻启程，就此别过。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，但定要多加小心。我此刻心急。虽不知阁下为何此刻心惊，
明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：肉眼凡夫求而不得，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被你弄死了。万般皆苦，只可。